이거 不用等了吧？嗯，生活在这层。哎，其实我有点生气耶，我就觉得我们要不要直接讲一些比较有用的东西？讲一些，这就不要直接给你们看怪兽会比较帅啊！我很犹豫耶，其实。但其实我的宠物也就那几只啊。好吧，我还是继续跟你们讲变身好了。昨天我抓我的宠物讲到这里，好像讲到拉里吧哈。那今天，你看一下熊猫吧。然后其他这游戏也有宝珠这样。所以它已经出很多只蓝角啊，蛮有趣的。啊，可以放进，这放进，哎呀，怎么有人聊天？广东人在极境之塔，啊，他是叫广东人啊。购买？为什么我觉得这音乐很大声？这我们背包爆了，我整理一下。这个自动穿戴，啊，还没用的就把它卖掉，你就删除。这样，好，今天给你看线完了嘛，哈，咱们可以继续跑下去。阿奇有自动传送啊。